每朝我都想八点起身，但好多时一擘大眼就十二点。有时候总会瞓到三点。呢排好少可出街，日日都喺屋企乱咁谂嘢。没有口罩又可以去边？或者该搞好数算日子，是否应该写下遗书？有时候我都唔知自己想点，突然间思绪会好凌乱。有时候总会想到很远。我中意搭电车喺港岛穿梭，但又谂过走去耕田。有时候矛盾太可笑，可笑极了。如果收埋啲心事，但又好少可会失眠。有时候与你梦中相见，有时候我会喺条街度乱行，望下天空嘅云，谂下以前。有时候总会想到心酸，或者该好好打算明天是否应该写下情书。大大下发原来自己好蠢，仲有好多嘢都谂唔通。有时候是否要改变？我觉得自己做得最蠢嗰件事，系关于你嘅未来。那时候我没有参与。